一开始要赶快过河去打那个紫色。掠夺罗马剩下的黄金还有不少，但也会用完的。我们应当用这笔钱建立在高卢自己的王国，征服所有罗马城市。但是要斩首不容易，我们托意大利，可以啊，你就直接有一个冲车在那里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一开始用我们直现代军队直接去斩首，当然是不可能。没有啊，那没有，我试过，成功过一次而已。不是啊，你这时候要有巨头，只要有巨头就可以。我觉得他有个城堡。哎，黄金有啊，他有城堡。这点黄金迟早会用光的。没有，只要有城堡就好，有城堡，弄出城堡比较重要。哦哈。你是说直接在那个他们门口盖一座城堡这样？其实也不用、啊，然后把他们，我们只要配合好就好。可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单机一样那么强。总而言之，他们把他们那个主帅杀掉就可以了。你没有盖 TC 哦。Jäger. Hey, sir. 你要用什么打法？就赶快出城堡，然后赶快打过去。Hey, yeah. Hey, 反正我不会拖就对了，要拖下去，这关拖越拖越难打。而且打架上那一家的话，你就有很多那金矿跟石矿的。找一下他家的入口在哪？在这里啊。没有没有。他家入口竟很近。哦，看到了，等一下就这边盖。没有，直接坐船过去啊！坐船过去，坐船。啊，那里我记得好像是离那比较近。哦，要的话要用坐船的，可以啊。那我，我有点忘记当时我怎么打，有点糗。我当时是直接拿军队去斩首。那这样是不是要在岸边就盖一座城堡？好像是。那我马上就来准备。如果要这样盖的话，那我可以。那我可以。
vous verrez. Heise? Ja, dies war... Heise? Ja? Gebure. Jäger. Ja? Bereit, Heise? Ja? Ja? 靠，破釜沉舟。 Hey, ja, das war. Hey, Jäger, Jäger, bereit, das ist so. Ja, Jäger, bereit, Jäger. Oh ja.哦、不对啊，你走错了，应该会不会是那里啊？不是我记错了。安西、啊，我等一下直接军队开过去之后，把那个把他们的军的那个主帅把他引过来，这样就可以了。哎呀，不白了，不白了，不白了，我绝不会不战而退。有没有？扛上我的刀，哈尔托尔夫。有没有？有没有？有人吼！哇，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对啊，就这样啊，直接先把 Rush 丢掉。Hey, sir. Bereit. Hey, sir. Das ist toll. Das ist toll. Hey, sir. Bereit.Jäger. Hey, ja. Jäger. Ja, Jäger. Bereite. Hey, ja. 战船的打我。Das ist toll. Buber. Das ist toll. Das ist toll. Buber. Heise. Ja, Holzer. Holzer. Buber.Heise? Ja. Dies war. Hey, ja. Jä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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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 ist toll. Jäger. Ja. Buwere. Bereit. Ja. Heise. Ja. Heise. Bereite. Hey, ja. Ja. Jäger. Heise. Bereite. Hm?萨鲁斯去哪里 ？Heise, Buber, Buber, ja, Holz, Holz,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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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ber,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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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ber, Holz, Holz, bereit. Hm, 为什么我记得那个萨鲁斯主动出击？哎呀 ，Jäger, bereit.Ja. Hey, ja. Jäger. Bereit. Jäger. Hey, Jäger. Ja, Heise. Das ist wahr. Das ist dies wahr. Das ist dies wahr. Ja. Ja. Hey, ja. Heise. Bereit. Holzer.Bu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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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 bu ver. Ja, ja, das ist Stürme. Heise? Jäger. Bereit? Ja. Sasa. Dies war. Ja, Jäger. Hey, Jäger. Jäger.哇！他不傻哎、欸，他不会主动跑过来我的城堡这里。Bereit, Jäger. Ja, Holzer. Das ist es wahr. Ja, Holzer. Bu, Bu,
Bu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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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Ja, Bubu wäre Heise. Bubu wäre Ja, das ist toll. Das war Das ist toll. Hey, ja. Das war Hover. Heise. Hover. Bubu wäre Reise. Hey, ja. Heise.哇嘞！怎么了？他们的那个过来了，别家的过来了。你还可以吗？你再开个船过来吧。哦，OK OK。萨鲁斯有九百血，我这单人在打的时候没那么多、啊。Holzer, Regen, Buwehre, Jägere. Was? Berate, Buwehre, Heia, Berate, Buweh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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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 ist Jäger, hä? Heise. Hey, ja? Bereit, hä? Das war... Buwehre. Ja? Holzer. Buwehre. Ja, Buwehre. Hey, ja. Heise. Buwehre. Reise. Reise. 哇，那个是应该是有挖的路，对，他有改服，变得不会这么笨。没事，他是上钩了，然后是城堡盖的位置问题。确实。我是为帝国而死的。好了，最麻烦的一家已经到时间了。哎，我也要采金矿。金矿不能直接独享啊！哎呦，这里没金了。哦，那给你哦。我用石头。石头。对啊，你要采也可以，因为我找到新的金矿了，有共享。它附近记得盖一个那个。
Boober, Ja, wäre das ist toll, das ist toll. Das war. Das ist toll. Boober.对，我已经盖超过了160。那你船上还有他？他那个没有更新啊，以前是那可能要把阿玛打错，要不然他没更新。
霍诺留决定，在意大利附近允许一个野蛮人国家存在是不明智的。这小冒险今天就要结束了，哥特人。 然后我记得西罗马的位置也不是那在个悬崖上面。对，所以。然后你要一直捞，一直捞，一直捞，捞的。对，要一直，要一直那个，要一直。所以，我这时候在玩的时候就直接略过。选择直接略过。等一下，我真的是160人口。对啊，我刚才讲160，神奇的一个人口。之前也有发生，因为刚刚有发生说上面写160人口，但可以到210人口的情况，我在想这关是也一样，结果真的是160。
切换到那个输入法、啊、没有，我至少切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以前就发生过了，只是换怎么调整的。哎，不觉得编队很难玩呢、欸？然后前面我已经前面退化到新手。This
哎，注意注意！哇，不能用那个，快点救！我连智商都下降了。要盖军营就盖成射箭场。你可能要再给我一个好的。不行。哦，我过来的，该盖好了，盖好了。我也好了，我也好了，我也好了。OK。高卢是我们的了。现在，哥特人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地。我会有同样的两个梦境，一个是微风吹拂下的金黄麦田，哦，原来一季到你那边了，则是明亮的火焰，我没有发现四处践踏的马蹄，地灯，你这金黄这么多，我的人民西哥特人，对啊，那个红色那一家超丰饶的土地上过着平静的生活，超有钱，每天我们的庄稼都茁壮成长。我们的牛群不断壮大，哦，只要往南一点就可以直接盖那个城堡这样，但我却无法忘记没有，啊，就可以直接杀掉那个萨鲁斯。和阿拉里克一样，我看到了未来。匈奴人还有合作战役吗？我想我们应该全部都打过一遍了，什么也无法阻挡他们。对，应该都打完，全部都打完。没错，我们全都打完了。我去看我的那个播放清单就知道了。